走了走了，我们往前走。哎，这是返回的。啊，他没在，他没在。哎，卖那个太阳花。买的啦。哎，两位，你们的衣服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？买的。在哪里买的？网络上刚刚好的，以前就有的啦，不是为了这次。啊，真的，是以前就有要革命啊？没有，那刚刚好做造型的而已，啊，没有特地买的。哦，这样。那我们去，就问他怎么满了。请问可以进去吗？他现在满了，就是没有位置，可能其他地方不行。这里面是这是什么什么？林森南路八巷啊，现在满了。林森南路八巷现在目前满了。哦，也满。你往前走，要进座的话，仁爱路还有位置，谢谢。哦，好像也满了，哎，仁爱路那边也满了，哎。这看起来还有。要去往前走，八巷目前满了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八巷目前满了。他说这里也全满了。那个嘉秀，等我一下，我看他们写第几车是怎么样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记者，我看到你们写第几车是从哪里来吗？来。哦，从台南来啊。啊，是什么单位？王定宇服务处。哦，王定宇服务处。王定宇是立委还是议员？啊，是议员。啊，是议员啊。你们来了几车？啊，下一处要省立委。哦，你们来了几车？今天六车，上一处八车。啊，今天五车，上次八车。哦 ，OK。租不到车了。租不到车啊？你们都是自愿来的吗？要交钱啊！来一次多少钱？啊？来一次交多少钱？随意，认真。哦，认真的。他们来了五车。